一般我们统计所有胰脏癌的病人五年的存活率大概只有3%到5%左右而已，所以的确它是属于一个致死率比较偏高的癌症。胰脏本身在我们肚子的后腹腔，就是在比较肚子深处的地方，在我们临床的医师检查上，本来就是属于一个比较难以早期发现的癌症，所以大部分的胰脏癌病人，他被发现的时候就是属于一个中晚期的癌症了，也就是说他的期数都比较偏晚。那晚期的癌症，第一个存活率本来就相对偏低，第二个胰脏癌，因为你晚期发现，连带来讲癌症的首选治疗大部分都是手术为主。那胰脏癌这个癌症很不幸大部分的病人在被发现的时候，大概可以接受手术来做完整切除治疗的比例，大概只有15%到20%左右。也就是说，它本身这个癌症可以手术切除的比例也偏低，造成存活率也比较差。再来，胰脏癌是属于一个高侵犯性的癌症，它很容易转移，很容易侵犯周边的器官组织，也造成病人的局部的并发症偏多。然后最后的话，在这个药物治疗上，胰脏癌比较缺乏有效的化疗的药物处方，大部分的化疗药物对这个胰脏癌的细胞来讲呢，治疗效果并不是非常好。那所以综合这以上的原因，胰脏癌本身的五年存活率也很差。一般我们统计所有胰脏癌的病人五年的存活率大概只有3%到5%左右而已，所以的确它是属于一个致死率比较偏高的癌症，没有错。最常见第一名的胰脏癌，我们叫做胰管腺癌。就是胰脏的管子里面长出来的，这个叫腺癌。那另外还有所谓的腺泡细胞癌，然后还有一些所谓的叫做内分泌肿瘤，那还有一些比较特殊少见的，有一些叫做胰管内的乳突状黏液癌，还有一些就是囊状腺癌，甚至淋巴癌，还有胰脏母细胞癌。大概这些东西都是 WHO 的分类上胰脏癌的种类。不过以台湾人来说，90%的胰脏癌还是我们刚刚提到的第一个所谓的胰管腺癌。台湾的癌症排行发生率来说，大概目前男女都是排第13位左右啦。一般来讲，假如你有一些不良的生活习惯，你可能比较容易得胰脏癌。第一个的话就是饮酒，但是比饮酒更重要实际上是抽烟。抽烟是胰脏癌非常重要一个危险因素。平均你抽烟，胰脏癌症的风险可以提高2倍到5倍，而且这有所谓的剂量效应，就是说你烟抽的越多越容易得胰脏癌。那根据流行病学统计，大概20%的胰脏癌是跟抽烟这个行为本身有关系。那另外呢，还有哪些危险的行为容易造成胰脏癌症呢？比方说你喜欢吃高油脂的饮食，或者你喜欢吃红肉，还有你的蔬菜水果摄取量不足，这些行为都容易让你的胰脏癌症的机会会提高。一般来讲，我们不是用它的病理分类来决定它的症状，一般来讲是看胰脏癌它发生的部位在哪里。我们的胰脏有分头部啊、体部跟尾巴假如你这个运气比较好，你的癌症长在胰脏的头部，会有比较早期的症状。比方说癌症压迫到胆管或胰管的出口，就会造成这个有黄疸的现象。那这个时候可能病人会比较早去求医，因为他皮肤会变黄，尿尿会变深。那其他一些胰脏的癌症的症状包含腹痛，或者不明原因的这个体重的下降，或者大便容易有所谓的脂肪便，就大便有带油。那少数的人呢，因为这个癌症它长在这个胰脏的体部就中段的地方，它可能会压迫到胰脏的管子，造成胰汁排不出去。这个时候可能它会罹患一个不明原因的胰脏炎，发炎的炎。或者有的人呢，在大概60-70岁突然得了一个糖尿病，这我们叫做晚发型糖尿病。我觉得还是有一些蛛丝马迹可能可以给这个读者观众来做一个参考。比方说你假如有不明原因长期慢性的后背痛，或者说在你吃一些高油
高油脂的一个饮食以后，你会产生背痛，或者是左边的这个肩胛骨会产生疼痛，或者你有时候大便的时候常常是会有带油，就是产生我们所谓的脂肪便，或者你有不明原因的这个体重下降，或者有的人他在吃完饭以后会常常无缘无故的头晕、恶心、流冷汗，产生所谓这种叫做低血糖的症状。这些的话是我建议民众是一些自我监测的一些症状，假如你有这些症状，可能暗示你的胰脏有出了一些问题，这时候你可以及早就医啊，请专业的医师来帮你做评估。我想民众常常对肿瘤指数这四个字有所谓的迷思啦，认为说我抽血验了肿瘤指数，假如是正常，我可能就没有得到胰脏癌症。实际上这是错误的一个观念啦，肿瘤指数并不能用来诊断胰脏癌症啊。有很多胰脏的癌细胞它本身是不会分泌这个肿瘤指数，也就是说有可能一种情况是你明明有胰脏癌，可是你抽血你的指数是正常的，因为你身体里的癌细胞它并不会分泌这个东西，那这样子的话你抽血就容易误诊，甚至延误病情。再来另外一些状况是说，早期的胰脏癌症不但本身没有症状，往往这些指数也都是正常的，当你抽到这个指数已经升高的时候，常常代表你得的癌症是晚期癌。也就是说，假如民众只想依靠一个简单的抽血检查就能早期发现癌症，依肿瘤指数这个标准来讲，它是做不到的。本身因为它可以手术清除的一个比例就偏低了，那有一些运气比较好的患者，他很幸运，他可以评估以后可以接受手术治疗，但是根据统计这些手术治疗患者在术后至少 20% 以上都会产生复发的机会。这复发的原因就是在于胰脏癌的细胞很容易这个在所谓我们叫做微转移，在医生开刀的时候，他虽然认为肉眼可见的范围他把肿瘤已经全部切干净，实际上还有残留很多微小的细胞，透过腹腔一个很丰富的血管供应，早就已经跑到身体各处了。所以我们在长久的这个医学研究发现，可以开刀的病人，假如在手术以后追加这个所谓的化学治疗，可以有效的提升这个病人的存活几率，而且也可以降低他术后这个局部或者远端转移的一个机会。所以目前一般来讲，胰脏癌的治疗共识，假如你可以开刀，开刀完一定要追加术后的辅助化学治疗，这样子的话可以有效提升这个病人的存活机会。